这边五乘二，乘一乘二，这是乘二或一，乘二它就产生飞速。你看就是你在原地发动，这个原地前后乘一乘二，原地飞速，人家所有人全世界都办得到，你要飞速。可以吗？听懂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来，行。Yeah, yeah, yeah.